咱平时提到祖先家族的时候，会提到一个概念，叫做祖宗十八道。其实祖宗十八道可能叫做祖孙十八道，经用过理解，到底来对呢？祖甲宗是哪个概念？祖是指长辈，从辈亲开始算，辈亲的辈亲叫祖辈，祖辈的辈亲叫曾祖，曾祖的辈亲叫高祖，高祖的辈亲叫天祖，天祖的辈亲叫烈祖，烈祖的辈亲叫太祖，太祖的辈亲叫杨祖，是杨祖的辈亲叫平祖。高祖上辈下称高师祖，从祖辈到平祖，也是咱经常谈的这个事，八辈祖宗。日中到这对半，指九世下辈，从囝开始算，囝的囝叫做孙，孙的囝叫曾孙，曾孙的囝叫祥孙，祥孙的囝叫来孙，来孙的囝叫坤孙，坤孙的囝叫荣孙，荣孙的囝叫洪孙，洪孙的囝叫子孙。前九代叫祖道，后九代叫做宗道，下成祖宗十八道。道这座叫法对面呢，好记的是，道人五官头尊上尊的叫做偏祖，这是上辈，是上后的是耳，所以上岁的孙叫做子孙。朋友，你会记得个袂呢？